男人只是一张嘴，闲到女人大抓狂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不就都在家而已吗？那在家顾小孩，你就坐在那里看着他玩就好了啊。还不就上节目讲耍耍嘴皮子，讲几个笑话就赚钱了。”哇！你看他自己上了三次，没有人要发他了。老婆安大喝醉，老公天天都开心。说老公，今天晚上打牌哦，你心情不要不好。哎呦，你都不会怀疑他去哪，你就自己订了模特，而且那是我安排。